帮我带。这两个小孩出生的同时，我妈妈过海关，所以就是我妈妈在美国多少年呢？他们两个多少岁？一直我爸爸就在这边操劳我弟弟妹妹。跟阿伯，然后呢，然后我妈妈在那边呢，就把我带两个小孩，就是这个传统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后来两个小孩又回来了，我外婆继续帮我扯这两个，就这个曾孙。孙女这样子，你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巨大的贡献。所以我爸爸妈妈呢，都是就是特，我爸爸的话在这边就每次好想我外婆，他不放心，你知道吗？我爸爸那个，所以他每次他每年现在呢都要回来两次，都要看。是，他们对应的都没有学过，孝顺，过来，给把帽子往后面抬一点点啊，哎，有点大，一方叶子，小小重嘛，哎，这个帽子蛮好的，你们吃一下，这个端午节的啦，来，端午节，端午节回来。对蛮好吃的。我女儿说你们怎么都一个个都那么的，吃，我吃过，我吃了，哎，你吃，哎。来，你吃，端午节吃，你吃，你不吃肚子饿的。对呀，你总要吃一样，你吃烧饼，哎，吃烧饼也可以。压油酥饼。面条嘛，吃上一口，表示个意思。哎，好，吃这个。哎。橘子都吃，橘子包里的都。